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at the world would look like if you were the size of an ant? Welcome to the macro world. This is Ant Hill, where hundreds of ants work every day. But there is one extraordinary ant. Meet Florentine, the inventor ant. He hates all this routine work so much, he invented a mechanism that does the job for him. And it's not just to make his life easy, but in order to reach his long-cherished dream. The dream to see the world.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游戏视频，咱们今天一起呢来玩一只小蚂蚁啊。游戏的名字呢叫做蚂蚁文托。那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呢，蚂蚁文托是网上所流传的一种翻译，其实这小蚂蚁的名字呢并不叫文托啊，它的名字按照一开始片动画所介绍的可以翻译成佛罗兰提啊，就类似这种名字。那么为什么游戏名字叫蚂蚁文托呢？这个真的不得而知啊，也无所谓了。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开始片动画有一个地方翻译错了，是欢迎来到微观世界啊，并不是宏观世界。那么这款游戏呢是一个非常可爱，可爱到爆的这么一个解密游戏啊，就是小蚂蚁呢智力超群啊，可以称得上是科学鬼才，站在智力顶点的蚂蚁啊，很强。就一路看去之后呢，你会非常佩服这个小蚂蚁的各种骚操作，非常的神奇。那么还是按照惯例啊，咱们需要按部就班的来介绍一下游戏的背景故事。那么每次呢，这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过程，对不对？那么蚁人咱们都知道，对吧？非常鼎鼎有名的一个超能英雄嘛，就是漫威的英雄啊。那么这个小蚂蚁就是蚁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他叫做马人。蚁人马人一对好兄弟嘛，啊，大家不要笑啊，他真的叫做马人。那么蚁人为什么缺席了复联三？就是因为他去帮这个小蚂蚁的忙了啊，两个人有一些情感上的羁绊和纠葛。那么这个小蚂蚁呢最终会帮蚁人重返复联四的舞台啊，这是我这属于提前剧透了其实是。好了，完成了每日一皮，咱们现在就可以正式走起了啊。一开始呢是一个游戏玩法的介绍，对吧？点击类解密游戏的常规操作就是什么组合道具，对吧？这个太常规了，表弟都看得懂的啊。下一步提示啊，这个提示呢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我已经打通了嘛，咱们直接跳过啊。那么一开始呢咱们要唤醒这个小蚂蚁啊，这个过程呢很不人道，很残忍，就像什么啊，像不像催我填坑时候的你们，对吧？冷血又无情。就很多时候一天到晚都有说，哇，熊哥生化奇兵呢，生化奇兵呢，朋友们莫名其妙，游戏我都没有玩过，对吧？搞什么，就搞得我很难受了。然后这个小蚂蚁呢他跟我一样喜欢摸鱼啊，你看他为了偷懒造了这么一个机器啊，用易拉罐造的机器研磨这些小树枝，研磨成粉末之后呢用来筑巢。小蚂蚁都是筑巢高手嘛，对不对？那么一开始呢咱们要点击这个邮票啊，上面画了一个比萨斜塔，哎，后面有个小洞洞，里面有一卷画啊，那是画。然后他很不开心啊，赶紧把这遮上了，说明那画呢很隐秘啊，是个小秘密。然后他那个小蚂蚁呢很渴望外面的世界，别的小蚂蚁呢都勤勤恳恳的在那儿筑巢，对吧？但是他呢野心很大，他渴望外面的世界，他想去看看。然后咱们点击这个机器啊，哇，里面好多齿轮，好精妙啊，水友让我去看看。你看水友们都赖你们，非要让我去点一下，点坏了给人家，对吧？小蚂蚁现在很沮丧，很伤心，很生气，我丢，你看他拿这零件丢你们脸，对吧？丢的是你们，没办法呀，对不对？他确实现在有点难过了啊！你看，指你们了啊，都赖你们，就是你们非要看这个过程，所以我不得已才下的手。然后怎么办呢？咱们现在需要呢，从这个场景出去啊。这边有一个大纽扣，好吧，有个大纽扣，哎，刚拿了一个针啊，然后藏的到底是什么呢？看一看啊，这卷画。哦，是另一个邮票啊，哦！哎呀，小蚂蚁也懂这个，你说这个小东西骚的不行啊，春心荡漾的小蚂蚁。这边还有一个板凳啊，给它收集一下。然后咱们爬上梯子，拿到一些小树枝，哎，从这爬上去。你看动作很细腻，还只有关门，哇！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这游戏好就好在哪儿？它这个场景大家发现没有？这怪你自己啊，这是你太胖了，对吧？把机器给压坏了。哎呀，
呀，一使劲就放屁，啊，屁动力很足，它力气有点小啊。其实蚂蚁呢都是大力士，对吧？蚂蚁按照种类不一样啊，这个分别可以就是举起自身体重100倍或者400倍的这么一个重量的东西啊，就是按照种类不一样嘛，有的劲儿小一点可能举起100倍，有的劲儿大一点可能能举起200-300倍的啊。但是它呢，明显是那种羸弱的小蚂蚁，对吧？就一使劲就放屁那种。然后我看一下啊，啊对，刚才要说的是，就是它这个场景呢是用那种照片啊，用照片处理过之后呢做的，所以说就感觉是真实的世界配上这么一个卡通的形象，就感觉很带感。然后咱们需要把这个凳子在这垫一下，哎，垫开之后呢，需要把这个梯子给拿下来。不是，它有一种野比的感觉，但是它比野比智商高了很多。就感觉头脑很发达，但身体很羸弱。他用这个智力来弥补体能上的不足。然后咱们，哎，这个组在一起变成一个绳梯，再组合。哦，这不能再组合，想起来了，咱们需要先放这个梯子，然后再接绳梯，这样才行的。哎，这样高度才够，咱们现在就可以下去了。走了，因为这个零件坏了嘛，对吧？他必须要找一个取代品。啊，来替代那个齿轮，你他喵这是掉下来的，这是，对吧？这梯子白搭了，前面不得了，出现一个凶贵大虫子啊，有点像屎壳郎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咱们就管叫屎壳郎吧。怎么办？避免被他发现，咱们需要先把灯灭了。你看这灯是什么？灯是萤火虫，对吧？很科学。然后这边黑暗了，咱们需要悄悄摸摸的先往右边走。哎，那右边是他的大表哥啊，大表哥呢？正在这个慢慢的这个磨这些小树枝磨成粉末，然后他磨都困了啊。大表哥这儿呢有一好东西，就是这个勺子啊，深深的插在这个土里面了，一个勺子。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勺子呢被掰弯了啊，所以说咱们需要把它给掰直了。好了，拿完勺子之后呢，咱们回去。这里呢咱们需要先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屎壳郎他很凶恶，他拿着一个螃蟹的钳子，也不知道怎么弄过来的啊。那么怎么办呢？咱们需要先撩拨一下这边的小树根。哎，有异响，然后借着机会呢，咱们赶紧溜过去。哎，只有这个时候咱们可以溜，不然的话被发现肯定是死路一条。哎，然后咱们再点这个，上面是我们的小表弟啊，右边是大表哥，这边是小表弟。哎，那么这个过程呢是需要反复多次勾引他才可以的啊，就有点慢。哎，咱们再撩拨一下，哎，然后咱们赶紧上去。你看这个小表弟干嘛呢？在这儿，这是劳动楷模，对吧？这是劳动模范啊，不停的咣咣咣咣在这儿砸。那个，既然你这么爱砸，谢谢啊，你小表弟真好。那么第一遍玩的时候呢，他底下会弹出一个成就啊，剥削者。但是我觉得这小表弟他这个智力也就干这个，对吧？所以说谈不上剥削了。然后我看一下啊，咱们现在需要再下去。哦，对，有一个东西没拿，走了。没事，别慌啊，别慌，这是不会被他发现的。对，土里面有一个纽扣啊，另一个纽扣，两个纽扣呢都是有用的，咱们后面是使得上的。然后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咱们再下去。哎，还是老办法，撩拨一下这个。对，然后赶紧下来，赶紧下来。那么这个大屎壳郎，他如此的凶恶，他一直不走，我们肯定是出不去的。所以说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小蚂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把这个邮票，美女邮票，贴在了这个地方。那么太暗了，这大屎壳郎即便走过来也看不见，怎么办？萤火虫照明，你说这个鬼才不鬼才？哎，咱们再试试啊，再溜拨一下。哎，大屎壳郎被声音又勾引过去了。啊，紧接着他定睛一看，他定眼一看，对吧？目光就一下被两坨很大的东西给吸引过去了。但是这个地方不舒服，没有座位。扫兴了，走掉了，对吧？就刚脱了裤子，刚想那个什么，突然就软了。因为什么呢？没有座位啊，没有合适的固定观看位置，
很难受，所以现在怎么办？哎，咱们需要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趁他过去的时候，咱们需要赶紧……哎哎，跑道多了，那行不行吧？行吧，还可以回来的啊！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回头。对，这是第一。哎呀，很烦，这游戏就这点很烦。我跟大家说，因为他没有死亡的概念啊，所以说他比较磨叽。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就是他需要等这个屎壳郎走开的时候才能进行特定的动作，大家明白吧？是这个意思。哎，好了，然后咱们刚才挖了这么一坡土，再来一坡土，哎，然后咱们还需要第三坡土。你看，这时候他脑袋上出现了一个沙发的这么一个图标，说明你需要给这个屎壳郎弄个座位才可以，对吧？那么咱们来找大表哥啊。大表哥这坡土呢不好弄，你看你如果这么直接挖的话，他盯着呢，对吧？这是他劳动成果，他不肯轻易的让给咱们。所以表哥，小熊弗雷皮更新视频了，哇，他的视频好无聊，好无聊呀，看得你睡着了，对不？哇哇，干那都不行吗？小熊弗雷皮又更新视频了，哇，他的视频真的看得人想睡觉，太无聊了，哇，视频真垃圾呀、啊！对，慢慢的你看着他的视频就睡着了，你就睡着了，对吧？你就失去了知觉，就像哇，好一些，哦，成功了，真的不容易。之前应该是因为没有把握好时机啊，那么现在三坡土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马人牌简易版懒人沙发，哎，现在就可以搞定它了。哎，对，等他回头的时候往这一放 OK 了。来吧，再来一次啊，他这就比较麻烦，说实话。屎壳郎再次定眼一看，糟了，是心动的感觉，大美女，大美女。他发出了痴汉般的憨笑，陷入美色无法自拔。你看这座位弄得挺舒服啊，哎，服务真是到位。Just you know why, just you know why, why you and I, why you and I。 哎，这样的话呢，这个屎壳郎就会坐在这里对着美女无休止的傻笑了啊。不过有个事儿呢，说实话挺诡异的，大家不觉得吗？首先，一个小蚂蚁，他收集了一个美女的邮票。他本来是喜欢看这个的啊，然后现在一个屎壳郎呢也喜欢美女，他们不是应该喜欢母屎壳郎吗？他不是应该喜欢雌蚁的吗？对不对？为什么喜欢人类呢？这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人类喜欢一个蟑螂，把蟑螂当做自己的伴侣是一样的。哇，就觉得开心就好吧，行吧。行了，咱们现在出去啊。哇，来到外面，鸟语花香啊，这边好多乌鸦的羽毛，咱们接着走啊。接着前面不得了，出现了最令我感到恐惧的生物啊，是一只大蜘蛛。哇，眼睛很大，对吧？我跟大家说，这个蜘蛛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叫做大眼萌蛛。大家可以去查啊，你就使劲查，使劲百度啊。可能很多人说，哇，熊哥我怎么查不到，你是不是骗我呢？朋友们，不能骗你啊，这一般人呢确实不知道，你再使劲查，多花点时间估计能找到了啊，你得信我啊。然后呢，大家注意啊，上面有一个露水啊，这个露水呢是对咱们很有用的啊，后面是一定要拿到的。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小蚂蚁的眼神呢就变得很胆怯啊，很皮，露出了顽皮的眼神，对吧？这必须小心点，不然就死定了啊。咱们这边呢蹬一个蜘蛛丝，哎，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举动啊，因为蛛网呢就是它的老巢嘛，咱们只要一动这个东西，一般蜘蛛会感应到的，它就会扑过来啊，把你弄死，对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蜘蛛没反应啊，看起来还蛮友善的，对不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石头，这是一定要拿的啊。都拿好之后呢，咱们再往上走，从树洞进入到大树的上面。啊，你看，就全是那种照片弄的啊，真的很精美，对吧？就感觉像在画里面行走是一样的。然后咱们先往左边走，哎，一路来到左边，我记得是有一条岔路。OK， 咱们先往上走。往上走，咱们可以拿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哎，这边有些松果，就这个啊，这个是要拿的。这个弯曲的小树枝和这个刚才咱们拿到的蛛丝一组合起来，
哎，一把弓，你看，然后一会儿咱们还可以再拿到一个羽毛，但是不是这个啊，这也拿不了的。然后咱们走到这个树枝的尽头，啊，向远处一眺望，小蚂蚁有所发现啊，它指了指那边，一大排乌鸦，哎，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MP3， 对吧？那么怎么才能把它弄下来呢？咱们得想想办法了，啊，这是要必须进行的一步。哇，好吵，这乌鸦真的是吵。但我跟大家说，乌鸦真的很聪明，乌鸦在鸟类里面智商非常高啊。曾经有一度我想养只乌鸦，后来可能还是因为它觉得它太丑啊，而且可能实在是不好养，对吧？那时候养乌鸦的一般情况下我就作罢了啊。但是其实我真挺喜欢乌鸦的，因为乌鸦这个智商智力真的是蛮高的。而且挺有意思的，你真要了解乌鸦的话，你会发现乌鸦的很多行为呢，非常的有趣。然后咱们从下面过来啊，到这边会出现动画，这边乌鸦巢穴，哎，里面有一个东西可以代替那个齿轮。然而确认过眼神，是我不想惹的人，溜了溜了溜了啊，飞快的溜了。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没办法，对吧？确认过眼神啊，是这个在恐怖游戏里面碰见怪物的我，那所以赶紧就溜了。那么怎么办呢？这个小蚂蚁眉头一皱，再次计上心来啊，他在想一个办法搞定这个乌鸦。那么咱们现在走这边啊，你看他这个还是挺复杂的啊，后面这场景路还是蛮多的。好了，来到场景的右半边啊，这边有一个，这什么东西？是个大蘑菇吗？好像是那种大蘑菇啊，不知道什么品种。小蚂蚁抬头一看，发现这不行啊，够不到，除非我是路飞，但是我没有恶魔果实，所以现在都很难受。那行吧，咱们先往上走走看啊。我跟大家说这个，因为它就是到这个场景就没有什么提示了嘛，而且他搞的这个场景呢，就是照片画都很逼真的啊，哪有路呢？他也没有箭头指示，所以你要一点点摸索啊。一开始自己玩的时候摸索了好半天啊，一开始真的不知道这块是可以爬上来的。哎，松果这边还有一个是秋千嘛，上面有乌鸦的毛，说明乌鸦也会在这边出没的啊。来，咱们来试一下啊，这边松果，哎，使劲蹬，他自己也很难为情啊，场面确实很尴尬。这个确实没办法，徒手实在是没有这个力气，那只有拿一个锋利的东西才可以。那么什么东西锋利呢？咱们需要后面拿一个道具啊，现在是没有的。好了，往下爬。哎，我记得羽毛应该是在下面的右边。哇，这个游戏是，我跟他说，他走路的时间确实耗了很多啊，他行动比较慢，毕竟是个小蚂蚁嘛，对不对？好了，咱们先来到右边，这边有一个小沟壑啊，他需要赶紧跳过来，对吧？因为这个现在是很微观的世界嘛。好了。那么咱们现在把针和羽毛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支箭，箭和弓组合在一起，蚂蚁半藏为您效命。哎，咱们现在就可以射箭了，然后先到下面走一下了。大家注意啊，小蚂蚁很谨慎地爬来爬去，然而突然叶子掉了，它失足就掉了下去。游戏真的是搞笑，我跟大家说，真的很逗逼啊！就是，咱们可以发现一个什么哲理呢？就是有些呐喊可能很微小，但不代表它不存在。哇，你看这突然就上升到一个哲学的地步，对吧？哲学皮皮熊。好了，那么下来之后，我想想啊，咱们需要把这个拧一下。哎，这是牙膏的那个瓶盖嘛？啊，现在里面已经没有牙膏了啊，瓶盖咱们拧下来。然后前面有一个花儿啊，有一个佛系表情包是吧？就是一个人捧着这样一束花啊，站在那儿。然后咱们再拿一个枝桠，哎，其实这边看到没有？这是一瓶安眠药的那个药盒嘛。然后这个东西是，就是堵在瓶口那个棉花啊，防止里面的药变质的那个东西。咱们进去看一眼啊。哎，没有想到里面别有洞天。啊，这边坐一个老太太，一个大妈。这个家伙呢，应该是我分析啊，他应该是，那种狮子，啊，不是动物园里那种大狮子啊，就是
寄生在猫狗身上那种跳蚤狮子那种狮子啊。那么这个呢是狗头，什么东西咱们一会儿就知道了啊。就是它的脸呢虽然是狗头，但不是，它不是狗啊，哪有这么小的狗，对吧？它是另一种生物。只不过这个制作团队里面呢有一个人养了一只狗，哎，所以说他就把这个自己的狗这形象乱入进去了啊，这么一概念。然后这个大妈呢一直在吃东西噎着了啊，他需要水，咱们先对话吧，对吧？小蚂蚁说了，那你有安眠药吗？对吧？配音这种感觉，我得喝水呀、啊，小伙子，给我弄点水。行吧，那咱们先得给他找水啊，现在是一个主线任务了啊。这边他织着，这是毛衣啊，就在这织毛衣呢嘛，看着跟白丝似的。然后咱们首先拿这个织压，先把这个狗头的这个生物给它挑下来。接着这边咱们拿到一个花瓶啊，这花瓶是用灯泡做的嘛。然后我想想啊，行了，咱们现在就可以回去了。走，再次来到这个地方啊，且看我蚂蚁半藏一剑修脚，好吧，修脚神剑。哎，非常的精准啊！这时候有些水友呢，可能就羞愧的低下了头，对吧？因为在游戏里面，你可能还不如这些小蚂蚁射的准。再次回到大眼萌猪这里啊，发现这个 MP3 呢已经掉到这个地方了。那么怎么弄到它上面这个露水呢？哎，咱们就需要这个狗头生物了。其实它是一个狗头毛毛虫，大家注意看啊，弹弓弹上去，让它去吃这个叶子啊。接着它一张嘴，哇，我突然难受了，真的那个菊花嘴真的是让人很不舒服，对不对？结果这个露水呢掉到脑袋上了，这时候这个蜘蛛还是不为所动，哇，真的是很淡定。那么咱们现在就可以往下走了啊，这 MP3 一掉下来呢，下面一条路咱们就可以过去了。哎，找到了。那么咱们先拿到这个东西，这边有一个树枝，把它拿到，然后这个树枝和花又可以组合在一起。咱们一会儿呢把这毛毛虫取回来的时候啊，是要用到这个东西的。然后咱们就需要按一下这个播放键了，对吧？用它来引诱那个蜘蛛。好了，应该是已经放出一首歌来了。咱们现在回去看一眼啊，这个地方呢需要三次，每次歌是不一样的。哎，回去看一眼，一听就知道，经典曲目《挚爱丽丝》啊。这个大眼萌猪呢也随着音乐摇摆了起来啊，它有点这个艺术细菌的，对不对？但是动得太缓慢了，这样是不行的，得来点广场舞歌曲才可以，对不对？这样哪行？咱们回去再换首歌啊，让这个音乐呢慢慢亢奋起来，它的动作呢也会越来越大。哎，再来一次啊，切歌。再回去看一眼。哎，可能很多时候一听这个旋律就想到了 SHE 的不想长大啊。确实啊，就是 SHE 不想长大这首歌呢确实是用了莫扎特第四十号交响曲，就是非常经典一种曲目，当做副歌的旋律。哎，所以你们听着可能觉得很耳熟。那么现在动得明显快了很多，但是还是不可以。哎，你说就没有什么最炫民族风之类的吗？那不是一下掉下来了吗？对不对？哎，比较麻烦啊。最后一波看能切个什么歌呢，再来。其实说实话啊，这以蚂蚁的这个体重，它再怎么蹦其实也压不动这种按钮的啊，但是无所谓了。哎，可能子弹蚁可以啊，因为子弹蚁体型比较大。哎，看到没有，这个有点像什么啊，第八套广播体操伸展运动，一二三四，对吧？我记得好多学校是以这个歌来做那个广播体操那个旋律的啊。好了，咱们现在呢把这个牙膏的瓶盖往这一放，再一捅，哎，搞定。这样一桶水咱们就有了啊，对于小虫子来说这一桶水够喝好久了。然后来吧宝贝儿，下来吧啊，我还需要你的帮助。对了，哎，你又张嘴，哎，什么都好，你别张嘴呀、啊，你不张嘴还挺萌的，一张嘴我就懒得看你了。那个老哥，你在这自嗨吧啊，我们就先走了啊，再见。哎，不对，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个事儿，
还有个事儿啊，咱们得回之前的蚁穴。哎，有个事儿咱们得找表弟啊，让他来帮个忙。还在这傻笑呢，嘿嘿嘿嘿。哎，花痴啊，真的是。好，咱们来找表弟啊。哎，表弟，你看我这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灯泡，你看看怎么办？怎么办？赔钱吧。啊，不过看在心理关系，这次饶了你，好吧？这标准的碰瓷，教科书般的碰瓷，对吧？这样的话呢，咱们有了这个碎灯泡，哎，咱们一会儿就可以去切那个松果了。哎，就这么个思路，行了，原路返回。哎，说真的啊，你看见没有？哇，这小蚂蚁屁股真翘啊！啊，不是，我现在是有点太变态了，连蚂蚁的屁股都要看一眼，我的天！来，大妈，快喝水吧！啊，你这个嗝打的啊，比我放的屁还多了。来来来，感情深，一口闷。大妈这量可以啊，好了，舒服了，不打嗝了啊。结果他一拉那个绳子，这边别有洞天，还有另一个房间。哇，埃及、印度、英国、意大利，对吧？美国，大妈这经历真丰富啊。小蚂蚁顿时呢心生羡慕了。但是这边呢有一个动物的毛发啊和一个狗牌啊，小蚂蚁看了之后呢就很好奇。大妈大妈，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去过那么多地方？大妈大妈就回忆起来了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哎呀，跟一个叫做表弟的狗啊，跟他女主人呢一起周游世界。哎呀，那个女主人那个叫一个美啊，哎呀，那叫一个大呀，啊，特别大啊。小蚂蚁就心生羡慕了，顿时特别艳羡啊，哇，我什么时候能遇上那样的女人呢？我什么时候能周游世界呢？对吧？他觉得确实，你看这个都是小昆虫啊，昆虫和昆虫之间的这个命运怎么差那么多呢？那么咱们现在就可以拿到安眠药去给那些乌鸦下药了。但是这时候呢遇到了一个问题啊，他看了一下发现，虽然说教科书上说我们蚂蚁啊都很强，但是我除了放屁好像什么都不会呀，啊，这有点尴尬了啊，说好的体重100倍呢，对不对？这就很难受。那么怎么办？我跟他说啊，科学鬼才有奇招，你看这是什么？现在这就是个独轮车。哎，还没完啊，还没完，咱们得要他这个白丝。那个大妈，你的小宠物我给你抱回来了啊，你看他那么可爱，除了那张菊花嘴让我有点难受之外，他真可爱呀。来来来，人家撸猫撸狗，你撸毛毛虫啊，你多潮，对吧？狮子撸毛毛虫，哇，这什么操作。好了，白丝收好啊，咱们现在回去。我想想啊，然后下一步呢，嗯，咱们用这个针头连接这个线，哎，然后再接，好了，现在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么一钩子，啊，接着我想想啊，我们首先需要上去，来，从这爬上去啊，就这个解密游戏呢，我跟大家说，难度还是，不算太高，但是也不简单啊，就比较适中，就是很多东西呢。你还是需要费点脑筋才能想到的啊！这里咱们首先，哎，一勾，好了，这个东西啊，像个盖子一样的这么一个蘑菇还是什么其他东西，反正掉下去了啊！还没完，咱们现在往上走啊，先不着急去弄那个盖子，因为上面这步呢挺关键的。好了，这个地方呢是这样操作的，咱们把这个白丝搭上去，然后石头往里一放。用石头重量把这个白丝拉下去，这是什么？大家发现了吗？这就像一个滑轮一样的，对不对？你看这家伙真的是非常的有头脑啊！好了，咱们现在原路返回，下来之后用这个钩子把白丝给勾下来。好了，一会儿方便咱们使用啊。接着，咱们需要在这个上面放上这个轮子。啊，然后一推这个小推车，把它推进去，咱们不就可以搬那些安眠药了吗？哇，真的机智的不行，对吧？然后，哎，走了，蚂蚁推车。好了，回到这个地方，稍微一捆了，你看真的是哇，佩服他的头脑，好吧？行了，咱们最后一步啊，再爬上去，用这个碎灯泡一搁那个松果，就全部搞定了。好了，就差最后一步，大家准备线上动画啊！只见小蚂蚁一割白丝，
松果飞速下降，小推车快速上升，药片正好洒落到秋千上面，一切都在按小蚂蚁的计划进行着。计划通啊，大批乌鸦围拢了过来，他们在争抢安眠药吃。你说也是妈的智障啊，乌鸦饿疯了，没人抢这破玩意儿吃。然后接近乌鸦巢位之后呢，发现大狼正在吃药啊，大狼吃药吧，好不好吃啊？大狼吃完安眠药打起了瞌睡，紧接着他一头就栽了下去。哇，得手了，真的不容易，对吧？这虽然只是马人的一小步，却是整个蚁群的一大步。此时此刻，马人站上了智力的巅峰。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突然想了一下，发现这么一大堆乌鸦掉了下去啊！当然了，这个鸟类保学会发出了警告啊，这么一大堆乌鸦掉了下去，好像把蚁巢给压塌了。记得理想啊，自己摸鱼的理想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他听到了狗叫的声音，他突然在内心升起了新的渴望啊、哦！有狗就有美女主人啊！大美女，我来了！哎，你看这个重点永远是错的啊。那么到此为止，蚂蚁稳妥第一章的内容呢，就算是结束了啊。那么游戏呢，虽然说很不错，但是目前为止，游戏只放出了第一章内容啊。第二章就像制作团队说的，他们还在紧张的制作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应该又是另一个有生之年系列了吧啊。当然大家可以看一眼啊，就最后这个制作人员名单真的有毒啊，就每张照片真的觉得特别的诡异，有没有？然后大家等一下啊，不要着急啊，后面算是个彩蛋吧。哎，看到没有？就是那个毛毛虫狗的原型。啊，叫做夏洛克，我不知道我在这儿干嘛，呵呵，就很魔性啊，真的很魔性。行吧，蚂蚁稳妥呢，咱们今天就录到这里。游戏真的是很不错，等第二章出来之后呢，咱们再录给大家。